大家好，我叫宋大力，来自四川遂宁。我喜欢旅行，喜欢拍照，更喜欢古诗文，那可是我从小的爱好。来到这个舞台，肯定要召唤我强劲的队友，我的表妹。嗨，家柱。我们一定是最佳搭档。肯定是，我们是寂寞数字。动若脱兔，觉得我只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吗？不，向前看，耶！射击、格斗、查案，我还有女汉子的另一面，这都是我。我是宋黛丽。嗯，是特警。做个自我介绍。各位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表姐宋黛丽，是一名女特警，现在工作已经有9年时间了。你当了9年特警了，你已经经过很多的训练了。还行，我的特长是射击，我在全省公安系统的射击比赛中得过2名。哦，了得。谢谢。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个诗书中华的节目呢？你应该去参加这公安大比武的节目。其实我本人是非常喜爱我们传统文化的，特别是古诗词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文艺的女特警。平常你要不穿警服是什么样？一样啊，我们也和普通的小女生一样，喜欢逛街啊、K 歌啊、吃小吃，喜欢其他女生喜欢的一切事物。好，今天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在这儿，我相信大学生的妹妹也会表现特别好。希望凌厉的攻势能够顺利使你们拿下无敌，闯关成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用脑时刻，多喝6个核桃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先请看第一个字，请出字。一个旧字，去年。去年天气旧亭台，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好，请看第二个字。路，小荷才露尖尖角。不好意思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两道题答对了，再看第三个字。羊，我来。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恭喜你们答对3道题，好像很轻松嘛。啊，运气比较好，都是熟悉的。希望后边的运气能更好。谢谢。肯定能过门槛3，应该是咱们下一个对手了。要练习暗抢答技了。来，我们请看这第4个字，请出字。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好，你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，答对这一道题，你们就可以成功进入下一个环节，请看第5个字。零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要不你来。哎，这个有点惊喜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是一个组合搭档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身无彩凤。一定会的，我想你大概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加油。好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。谢谢。好，希望下一道题能够回答的顺利，请看这个字。
我想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想不起来。怎么想到瑞雪兆丰年了呀？老是跳不出来。想不起来，没事。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瑞脑消金兽。你会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会的。哎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了，这道题如果再能够答对就过关，如果不能答对也只能止步于此了。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好，加油。来，请出字。七。我来吧。你来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好，好，恭喜你们，你们顺利的闯过了家有书中挑战赛。你们就是我们的对手了，我们要上场了。你已经手速非常快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小目标终于完成了。对，我们这么心有灵犀。客情姐妹花凭借良好的诗词功底成功站上功擂台，向诗书抗力发起挑战，他们能否顶住压力，打败诗书抗力的不败记录。欢迎回到六个核桃诗书中华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我左手边站好的是我们一对准夫妻啊，王天博和王泽南。那么现在站在我右手边呢，两对表姐妹，表姐呢叫宋奈丽，是一位特警。双方彼此送对方一句古诗文，咱们还是从擂主开始来。我想送一句《红楼梦》里形容史湘云的诗：“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。”哇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戴丽跟家柱，我们的泽南和天博呢，是即将步入我们新婚殿堂的一位家人，那么我们就祝他们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双方彼此赠过诗，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君子之争对战赛，准备如何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好，君子无所争，其争也君子，马上进入君子之争对战赛。这道题呢是一个寻字辨文题，请出题。第一个字是日。不负沉重。第二个字是白。哦，王天博手绘，抢太太之前先把这个剑先按下去了。这个应该是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哇，戴丽跟家主咱们得抓紧了啊。啊，是，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题，请出题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字，是一个在字。第二个字呢是一个回字。第三个字是个那。哦，好，家柱抢到了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附加一个小问题，灯火阑珊的阑珊做什么讲？阑珊，哦，我们确实不太清楚，要请教两位老师了。昏暗的样子应该是灯火将近，灯火昏暗。这个解释得非常好，灯火阑珊啊，这个意兴阑珊等等，现在很多人会用错。比如我们在有些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，今夜华灯初上，灯火阑珊，完全用错。灯火阑珊不是灯光明亮，而是灯光渐暗，所以阑珊这个词是这么用的。哦，那现在好多这个报纸上写的文章错了，说这个华灯初上，灯火阑珊，城市真美啊。比如我意兴阑珊，是我觉得没什么劲，不是说我劲儿特别大，兴趣特别大，
完全这个意思会被弄反。哦，现在双方打成一比一平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三题，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字是知，这不是好吃。第二个字是不。啊，按慢了，我应该看到这个就按的。对对对，按照这个按。来，请作答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我们知道。恭喜二位，你们又答对了。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乐这个字啊有很多种用法，在这儿应该究竟应该读乐呢还是应该读药呢？如果说从知跟好跟乐这三个境界来看，那么的确此处读乐比较恰当，因为能够在沉浸期间获得趣味并且快乐。好，谢谢张小春老师。目前情况是2-1，嘉祝跟戴丽，我看的你们其实是有可能抢到这一题的。对，出的第一个字我们就想抢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学到的经验，兵贵神速，诸葛一生为谨慎。所以我们想等第二个字出来以后再按，结果就慢了那么0.0几秒，这是可能足够我遗憾一段时间的。这又可以用这个《论语》当中那一句话送给咱们，还是这个“三思而后行”。这孔子是不太同意的，他认为再思可以。对对对。现在连再思都来不及，一思即案。对，一思即案。嗯，现在是2-1，下面这题呢，还真的得凭谁手快了，因为它是个选择题。来，请看这一道题。《礼记》中描写一位人物啊，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。故其亲名之曰犬子，名字叫犬子的人是谁呢？一，司马相如；二，刘邦；三，卫青。兵贵神速了，这回。哇，终于抢到了，好快！我觉得应该是一，司马相如。你锁定这个答案？对。肯定，肯定，不改了，不改了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我特别想问问你，为什么那么肯定？我感觉就是有印象，以前就是好像就说过这个犬子，因为我看这个犬子，然后我就，有印象是司马相如，然后说他。其实这道题啊。可以用排除法的，因为它里边说得很清楚，少时好读书，刘邦是不读书的，卫青也没有留下关于他好读书的这个记载，那么这里边司马相如就符合这个条件，因为这个条件排他了。那这里边的犬子就很好玩，今天我们犬子用来对别人啊谦称自己的儿子，比如我对洛欣介绍我的儿子，肯定说犬子，哎，啊，对，这个是很谦虚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犬子最早是指司马相如的，你还敢不敢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啊？你儿子那么横啊。谢谢二位。好，由于这一道题呢宋代理跟杜家柱他们抢先按了，目前又打成了平局，2-2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道选择题，来请看题。古代形容女子肌肤白皙无瑕的诗句是，有三个选项：一，冰雪洁肌肤，风飘无止期；二，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；三，肌肤冰雪，熏沉水，百草千花莫比芳。被王德南抢到了，这个是第二个。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《诗经》里面的形容的是，硕人，卫风硕人，所以是选二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由于这一轮被咱们小夫妻抢到，现在是3-2，所以
送在了一个独家注，你们就有一点点危险，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再抢到并且答对了，你们就只能离开这个舞台了。是的，这道题很关键，来，请出题。苏轼在《刘侯论》中分析刘邦之所以胜、项羽之所以败的原因在于：一、项羽不能决断，而刘邦能决断；二、项羽不能忍，而刘邦能忍；三、项羽不能谋，而刘邦能谋。双方都很谨慎，因为如果答错了，等于给对方送一分。确定吗？我不确定。我也不是特别确定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。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三，你觉得呢？听你的。我不想给他们送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俩答案不统一。对，答案不统一，实在没法选。我们在这个叫《诗书中华》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？它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。大家对诗词的熟悉程度啊，远胜于对古文的熟悉程度。其实这是一篇千古名文，这个答案就在这个文里边。文里边将关乎高祖之所以胜，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人与不能人之间而已矣。看到了吧？答案就是二，项羽不能忍，而刘邦能忍。好，你看这道题啊。双方都没答出来，这是咱们第一次出现哈，都不摁的，对，都不摁，这说明我们四个人都学到了新知识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那一直不摁的，那我没题了，我们都是能忍的，都是能忍。这也是一种战术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有三个选择嘛，然后对方看出来对方犹豫不决，那么如果他们答错的话，我们获胜的几率是60%。哎呦，孙太弟了不起，您学过博弈论。这就是锦花的智慧啊，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靠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不能够一说锦花就拼勇啊，拼技能，其实要用脑子，对吧？谢老师，下面这一道题将决定谁能够留在这个台上，谁将离开。记住，最后一个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请出题。《红楼梦》中以永续才称赞黛玉的才华，永续最早说的是哪位才女啊？三个选项：一、李清照；二、谢道韫；三、卓文君。王泽南抢到了。白雪纷纷何所似，未若柳絮因风起，所以是二，谢道韫。恭喜王泽南，你答对了。由于王泽南答对这一道题，那就意味着戴笠跟家柱咱们只能是止步于此了，现在他们是4-2，小波奇实在是了得。离开前有什么样的话要送给我们的对手吗？对于我们对手来说，我们是输得心服口服，对，但是呢我们也觉得不虚此行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，孔子云何陋之有。好，那么当然，我们更要恭喜我们的王天博跟王泽南。那个，我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先节目组放我们回去，我们赶紧登记结婚吧。登记结婚，证领到手。哦，对，告假结婚。人家说是告假还乡，我们是告假结婚。这等好事，我们焉能不准假呀？不是告假，是请个婚假。对，请个婚假，对，请个婚假。总决赛，我们要跟王天博跟王泽南，我们再见。